那是鼻子。哦，所以是四个鼻子啊。为什么这么小一个？欸、为什么？没有，开台喽！开台喽！可是你看，我看，我看，你看我前面正面，你看我正面，开台。我觉得哪里怪怪的？有胸毛啊？怎么了？胸毛团团怎么了？猫团团，你看有几手？哎、欸，看你好恶心！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什么什么？他有一毛，他有一毛，你怎么秒多长这样子啊？你起梦，我没有挂，还是你的起梦比较大、啊？我要谴责你！我被眼睛吓到了！你麦克把阿基吓到了！对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个叫写实，好不好？那怎么扯到你了？怎样？太大了吧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最小就是整这么大。哦，你说笔刷哦？对，他笔刷最小就是这么大。哎呦！然后其实我原本是想要用另一套，他有更新，最近有他这次更新好像有更新十几套衣服，可是他我后来发现那几套衣服，他有很不能，他不能画脸。啊、哦，它是固定的、哦，它就是固定，你要画就只能画他衣服，我就超难过。哎、哦，等我、哦，等我一下，我关一下声音。好，好、哦哦，对，等一下可能会有版权哦，怕怕，哦、有版权哦，会啊，就上地图可能會上次有些有，哦、对吧、啊？我要啊，这个关，要出去、這個、啊，要出去哦，对，对啊，这样什么？或者是等一下进游戏里面也可以關哦，限区配，限区配，啊，所以我们拿这个是什么、啊？哎对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烟火吗？是你们都超长的，没有自己看。阿里亚德呢？阿里亚德呢？什么功能吗？知道。F 啊！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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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安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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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谁射我？什么？什么？这种东西不是当枪用吗？懂的。这种东西不是当枪用吗 ？Reloading！ 啊 ！Reloading！把射出去，把射出去！真的耶，说实在的，我想说，空气炮，不要啦！我想说，不是空气炮，原来真的是。所以我们的麦克滑哈机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？麦克滑哈机，滑哈机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看他说有更新有新地图，然后确定是全新的。有什么啦？月有找其他新的那个、啊？有啦，我找有找工坊的。然后先玩官方的，这样一开始官方的好像是多了一个叫做伐木场的地方，伐木工，然后伐木场玩完还有一些工坊的图可以玩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玩官方地图 ，Go Go， 行行 ，Let's 行，走啊走，哎呦，伐木场。嗯，伐木场，伐木场，伐木场。有人在吃东西啊！好开心哦！我睡觉。有冰箱耶！哒哒哒哒哒，重返起来了！卡住了，卡住了！我要抢劫！我把冰箱拖出去！哎、欸，多少人呢？你要冰箱就冰箱，不要抓着烤鸡。抱歉，冰箱放烤鸡呀、啊。对啊，这个床，这个床可以当桥吗？哎，被卡住了，这个床。对啊，搬家工人，来来来，我们把它当桥啊！哎哎呀啊！哇，你好会躺下来变好重哦，刚刚很好搬。我也觉得我很会装。我抬得起来、欸。啊，你怎么那么会？他去那个搬家工人不行啊！推一下，你推一下。冰箱都刮成这样子了。哦。出去！看来要赔哦，看来要。你要斜的，要斜的，要斜的。可以出去，出去。喂。我拉。冰箱头抬高。我高。可以走开啦！然后嘞，这要干嘛？这边有一个拉杆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拉杆，那是要干嘛？哎、欸，不知道、欸，没有搬出来。这有一个板子。好。有反应吗？好像没反应。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哦，有木头流出来了，有木头滚下来了、欸欸。我们不要站在木头上吧、哦。对啊。很多脆皮酥。啊！很多皮酥。这是要走这个漂流木就是了。
那就是 Let it go 啊！哎，没了啊！哎，这不知道到最后是不是会卡住啊？哎，我的，会吗？掉下去了，这两下会卡住哎！啊啊！我以为它会很像那个青蛙过河子，对，我也以为一直有木头，有没有？一直很多木头。对啊，可惜结果没有，它就一波而已。它就只是这样哦，好辣。它这条一个木板了，让你可以直接点。差评。我都收大街。哎，这个屁啦！为什么你们走木板过去不会沉？我会沉。我比较轻。嗯，对，嗯。又长得不一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掉到水里了。掉到水里了，没事，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。有奖，有奖，有奖。大的好像都拿不。奖。有有奖。又要滑？又滑了是不是？又滑又滑。啊，完了，又下去了，又下去了，又沉了，又沉了。我刚沉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哎，越来越远了，你直接掉了，直接去对面了，钻到转不转了？你连滑桨都不用哎、欸，他好滑、哦，你直接过去、欸，好猛、喔，他超滑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要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我今天听 DC 超电的、欸，可以换一下。好啊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超爆电，救命、欸！要去哪？我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我这样慢慢震下去的。哎、欸，奖、欸、好像下去了、欸。等一下你这个动作不行啊！没有啊，我在滑奖，这个奖比较大、啊。你为什么是？喂，快、欸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伺服器换了吗？欸、我换英迪亚，都存档了。欸、我刚刚不是英迪亚，是滑过来，刚是九片、哦，太强了吧！哦我要出航了，我要出航了！我只拉着木头去，可以啊！我要当忍者。是杰克的划船方式，这也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下面的有不可以，有动力。然后你用这个衣服更奇怪，哎，我掉下去。你们都很奇怪，强哎，这可以。怪，它差距在哪？我们用爱发电哎。你那不是用啊？你用划船，船的爱啊！哦，好，船之爱是不是？所以你的爱的动作是那样子。哦 ，OK 哦 ，OK， 有尬掐剧，尬尬，来尬掐。有人在下面尬船的啦，那脸人怪怪的啦。那里面要过去的，搬出去吧，搬出去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我们观众有人说罗志祥是划船吧？哈，我哭啊！志祥划船，不要闹了，志祥。哎，你是第一代空我到了，空插网哎，好猛！哇，好厉害哦！这是什么？你要不要开班修课？我要去找电线，我们要找线，要把它接起来。是不是要上去这上面呢？这有两边，可以上去，感觉可以走。哦，这是不是可以上去？感觉应该是一边一条吧。启梦加油！启梦，启梦加油！旁边有旁边的电，他全部都是旁边要接电啊！他妈，这这边要接电哦，可以接电。哎，要先带过来是不是？啊，可是那个没有线呢。哎，这个电梯怎么都不会动？是移动电源，可是它没有线呢。我找了六个移动电源，电梯不会动。釜山，你像大妈说啊，都没有电。啊，都没送错。厕所很可疑。可以。嗨，釜山，哎，这个有拉杆吗？还是没有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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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线，还是要伸手下去？没有，先找线。行动厕所，厕所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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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偷看人家厕所了。哎，他的小便斗怎么长这样子啊？而且他为什么会有一个观察的一个窗？对啊，没有，要通风啊。哎，有斧头哎，有斧头哎！哦，等一下，很臭！等一下，团团，放下你的意象，可以拿，可以拿。团团，收起你的意象，很臭。他对着通风的地方举起他的意象啦。我有喷，我有喷凉爽喷雾，好吗？不会臭。斧头上敲这个门吗？斧头，斧头上敲这个门。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破门。这是不是什么电影场景啊？
欸、然后里面要个人很惊恐的在看着。Here's Johnny 那个里面有斧头砍出来的那个吗？对对啊，对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哦，原本的地方，杰克那里，我们在上面，我们在上面，还可以破窗耶，上上去的吗？还是？旁边有一座桥可以走，然后走到。对，有一个桥可以往上。悬崖旁边啊，有啊，这里有狗狗，怪怪的啊，被卡住了。哎、oh. 欸，我们回到一开始船那边了，好。嗯。你是要救还是要害我啊？我救不了你啊！救不了你啊！我怎么救你？哦，人在那里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要拿着斧头来了。拿不出来。哎呦！有！哦哟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哦，嗯、哦，来拜一个。他说他带着斧头上去，我带着斧头上去。等一下，我先接线，我先接线啊！接好一个。好。等一下，大妈要坐，不行。拜拜。好不。哎，不要说他。你斧头按到按钮了，你斧头按到按钮了。大妈上来了，大妈上来了。好混乱，好混乱。你卡住了！有人在玩电梯按钮，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这个斧头卡住了啦！哇，等下，下楼！等下，他自己是下面那个牛头线被拔掉了啦！哦呦，线被拔掉了，画面很乱，画面很乱，就最重要的斧头没上来。对啊，就被卡住了啊！就大妈插队了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在旁边看啊。啊！现在又下去了，好啊。对啊，又再来一次啊，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哇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被弄死了。啊啊！那个大妈，你们说什么啊？大妈，我的脚，我的脚啊！没事，不是上，我捡到了。等一下，我的尸体四个吗？对啊。啊？怎么下？我这一次上去还是三四个。我哎、欸，你看我先变贵妃坐哎。大妈，他尸体被卡在电梯底下，我看到了。大妈出来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我走不了啊，我卡住了。好吗？哎，电断了，他就卡在上面了吗？哎，没有啊，这里有个按钮啊，可以叫下啊。你不要拔电啊，杰克！拔不起来哎。哎，大妈被卡住，拔不起来。是按到了，是不是？按到了。哎，他妈卡住了啦，拔不起来啦！我有点累，起不来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请问斧头是要干嘛？从另外一边拔，我们从另外一边拔。斧头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斧头不是劈东西吗？哦，来，我把它拔出来，嗯啊，你不要站在下面，你要被卡住了，你要被夹下去了，你要被夹下去了。我想后续将会变怎样？好、啊，算了，不要救他了，不要救他，不要救他，走了。啊，我掉下来了！你在上面，你好随便怎样？你是倒吊鬼，倒吊在那边呢？哇，好恐怖哦！哇哦，这是一压机那个压完，然后就一压机压机。哇，那你有掌握到财富密码吗？我也希望可以啊。现在一压机还有财富密码吗？可能没了吧，有点过了。来来来，什么啊？欸、没有，刚刚这边原本有线，我要上去啊。线他进拿去了。哦，掉下去了。对，哦、所以拿一条线而已。对，所以斧头不用上了，拔过去了吧？红线也可以拔走了，红线可以拔走。对。哎、欸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在上面呢，不好意思。你跳下来。好扯哦。好扯哦。好扯哦。哇，你还上来？斧头还挂住了。哎，我来了 ，Johnny， 嘿、hey! ，Yes， Johnny， 哎呦、yeah. ，Johnny 头卡住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哎，所以接完这条线之后，拜拜，有两条线要接，就可以荡上去了，哦、oh. 嗯，啊，大妈，我要抓大妈的脚，她又想当第一个。哎，我好了，我怎么上去？我有哇，你抓屁屁！啊、太大一串了！啊，他会回来吗？会、欸。以前公园有这种，真的有这种荡的，从上面往下荡，我觉得那超好玩。抓你，你是要捅上去吗？没有，我抓你啊，你抓那个。你们一人抓一边嘛。没有。
应该两只手抓到才会上去。哦，有拿到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。耶、yeah, 欸！怎样？怎么一坨？红河怪，好恶心哦！他等月月。啊，我们的烤鸡在干嘛？哎，烤鸡在后面。我在用东西。你们，哎、欸，你们都上去了。对啊，對啊是你的。哇，哦，我来了。公园的那个。哇，这斧头是只有砍一个门而已。公园就很赞哦。哇，公园的我每次都荡不过去。哎、欸，怎么捏着我？我以前也不行，那、啊、现在可以了吗？我也不太行。现在我以前也不行，讲到现在还可以一样。现在没办法。打吧！大妈，你怎么卡在路中间呢、啊？妈，那屁股很大，我想上去啊！在那边呢、啊。快点打我脚！快点打我脚！打我脚！看我能不能熬上去。哎呦呦呦呦呦！等一下哦，那个要下去了，记录点，记录点，停当点，等下掉过头了，哎呦，你再一次，对，就是可以从这边直接上了，就是，对，推下去之后就有记录点，哎，那是不是可以推那箱子到对面去就好了？没有吧，不够高吧？更高啊，对面应该更高，不够拍摄，不会不会，差不多哎，那不然你丢看看，哎呦，我，哎，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？不管，我要上去。感觉可以耶、欸，好像可以耶。跳关了，跳关了。等一下，大妈，我抓他，抓他跟大妈。啊！我帮你抓错东西了，哎呦，抓到旁边。哎呦，我抓什么东西？我抓隐形东西。啊！隐形东西啊！被电了，被电了，被电了。就很像你被电了。抓什么东西？不是啊，被怪电了。哎、欸，我的手怪怪的，举不起来。举不起来哦，疫苗副作用，副作用，疫苗副作用。哎呦，是不是刚打疫苗啊？没有打很久了。哎，又可以再一剂咯。接下来，哎呦，那我要去记录点。呀、啊，小时候玩这个摔断牙齿，太恐怖了。好痛哦！哪里摔断牙齿啊？他说差点摔断牙齿，就是那个荡那个、啊。哎呦，哦、是沼泽吗？还是这可以踩？沼泽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上面有奇怪的沟沟。那边有灯呢、欸，那边有灯。哎呦喂、欸！啊，这个车可以推、欸，下面这个。抓！太有轮子。好大一台。是要先推过去旁边。哎呦，我的手骨折。那我也不用推、欸，用走就好了、欸。哎、骨折了，哎呦，好回来了。这个箱子太大了。我讲，裂开了。有办法裂开嘞！哦，那是升降台的哦，电梯升降台哦，哦，结果不是裂开，哭啊！它不裂开吧？只是而已吧，它只是裂开。你看，太小，这是温内丹，温内丹，当当起来呢，当，可以帮我接一下木箱吗？当。可以帮我接一下木箱吗？那可以直接过去吗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左边要去他们那边，那边要去他们那边，是不是可以直接上去、啊啊？不行，有点高哎、欸，两个人的高度。要怎么上去啊？阿总没有人按，他是太重了，按着，要按着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按着吗、欸？看一下，怎么太重了？你太重了，刚刚还有往上一点啊，这个不要压到中间吧？不要压到中间看看。啊、哦！怎么叫蹦的声音？太重了、欸，太重。好，那我下去来。我自己开车，我自己开车。对，自己开车。狗狗开车可以。志祥，哇，新一代。志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掉下来了。他掉下来了，所以还是要按着，还是按一下。按一下就好了。我按一下。
是他现在上去的幅度有点慢。下，然后再下来吗？有了有了，上钩子啦！抓我！这钩子应该是让我们钩下去的。等等等等等等啊！鸡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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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拿不到哎，可恶！那把这个拉走，把这个拉走，车子拉出来，车子拉出来。啊，不要！那楼上的那个，楼上的其中一个人下来，楼上的把车子把箱子丢下来就好了。好好好，等一下哦。先把钩子放在这边比较好拿。哎，我手电梯不会下来，箱子下去，箱子。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下去。对对对，好，再上升这样一次。所以是这样叠之后，等一下就可以自己上去了。你要往哪里拉？你要往那里拉？我往这里拉，我往这里。糖糖，你玩过？推车，推车，你玩过摇摆猴子？我在推，我在推，我在推。哎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有吗？有吗？啊，有有，没有，不够远，不够远。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推一下车子，推着哦！哎呀呀，这有了，这可以，啊！一压机，一压机！哎呀哎！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啊，有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，哦，哎，这应该是要勾那个的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不是，所以我说直接推那个大的方块，不是就可以跳上？对啊，可以啊。跳！哎，够到了！为什么我还没？你跳一下，跳一下。这好难对啊！我想勾人家脖子，有没有？有了。啊！然后勾到别人的手了，对不对？哎！哎！我是飞天螳螂。这边。哎！好难勾！干嘛？这是天分！不要推，不要推大妈，你再推你就坏，抓他去跟你讲。怎么那么难勾？难勾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第二个了。走快一点，我走快一点。啊，有了，有了。有了，走快低一点比较好勾。Hello， 嗨，勾。你们走去低一点勾，低一点勾。好，要被拖走了，要被拖走了，拖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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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哇，是勾别人的手哎，好痛，勾头发了，哦，好聪明哦，可以勾头吗？好，又把它拔下来，这个好难勾，有人还在卡关，低一点的地方，有人还在勾，快下去了，上去了。哇，你没得玩了！好吃本哦！你可以尝试把这个勾勾勾在别人头上。我在尝试，勾起来，好像很难，很难。哎，勾到哦，勾到！哎，有吗？刚好是不是我被勾到？开了。我勾烤鸡。你们感情很好哦。还有，只是搭肩而已啦。只是搭肩而已。我被树叶卡到头了。我被烤鸡了，我勾到烤鸡了，啊，勾下去，我勾到烤鸡了。等一下，没了。他很容易挣脱哎。对啊，他真的，我只是在借你筷子而已。我觉得他那钩子很麻烦，这钩子它会太滑掉。钩子，你是用手吧？你不是用钩子吧？我钩子按手，没错。这个是怎样接出去吗？哦，独木桥了，独木桥，有人默默过去了啦。算了，放弃了。很难过去了。没有，他那个不小心按过去了，他回得来吗？哪个？哪个？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有船呢。在这边停一下，这边停一下。等下去前面就要对到那个人。另外发电。让我们走一下独木桥。来了来了！滑进快的很酷哦。用跳的哦。对啊。
真的真的，你干嘛又在那边？大家都来，大家都来。Battle， 这个是 Battle。哎哎，车跑了，车跑了，哇，是我的针线包，会回来，会回来。哦，那边要再按一下，是吧？好的，我的脚又不见一只了。我以为他到一半就自己回来。我是那个船的那个接待的人员。你是那个过人哦，我以为是那个。哎、欸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把它按过来，把它按过来，把它按过来。啊，这啊，这边不叫回来啊。一边躺到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这边也可以叫，我这边也可以叫。对，杰克这边也可以。啊，怎么？那、啊、你们怎么一直按哦？很慢的过去啊。只按我一直来回来。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一下就好，按一下。按一下就好。哦，按一下就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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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那你可以回去啦。哎哎，男生不能哦。个大妈为什么要搂着我的脖子？大妈怪怪的。大妈怪怪的。大妈是骑马。男生不等人哦。就是牛。啊、等一下，我头上骑牛啊，骑牛啊，不是牛仔吗？还是你马仔？哦，那是马，哎、欸，牛马，对，牛马，他是牛马，牛马，他到底是牛还是马？我看不到牛啦，乳牛，乳牛，乳牛般的马，乳牛马，乳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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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，牛的，种牛马，哎，有下面呢，它下面有下面呢，对啊，另外一边前面风车那边还有路啊，要先过桥，可能要去风车往下吧，不知道，哎，不要偷看我的空白键，知道吗？他这里的树都很……你站住！我看不见了，我停不下来。等一下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停不下来，有人跳不停了，跳不停了。对，哦，没事没事，他走了。哦，哎呦！哦，旁边这个应该可以上去吧？这是上去，又是厕所哎、欸，像大型荡秋千，要绕一下，请进。厕所都是纠团的，他们纠团上厕所。有人在看我的上厕所变态，这是秋千吧？这是秋千。要不要有人先有一个人先去挂着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要来，我要来。哎呦，你们卡住嘞！哎，荡秋千。呜呼！哎、欸，哦，荡过去就成了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啊，我走水车过来的。哦，原来走水车就好了啊！这秋千要干嘛？啊，这秋千上上去吧。没有，到没有哪一边？我觉得水车、哦、我这边呐、啊，哦，另外一边呐、啊，水错边了。水车应该是误会啦。哎、哦欸，我是哪只手、欸？右手。Yahoo！ 哦，差点飞过头。对对对对对，没有，我怕我放错手，我就掉下去。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呢？我刚才看是左手还是右手。哎、欸，那荡秋千很好玩的，你可以荡一下。嗯，我不是坐在上面，我是哎，干嘛搞什么？好重，好重，拽上去，在下面荡，我觉得比较好荡，可以荡蛮远的。嗯，我觉得现在我现在拿杰克当那个引力有没有？这样就看考验你们默契的时候了。没错，哎、欸，我们说三浪，哎，一二三。啊、果然没那么不够高啊，怎么放？欸、这样可以哦、喔，现在可以哦、喔。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先走，这有点大怒神的海盗神的感觉。我一直，我、哦、好了，好下水了，雷坠下去了。哦，轻多了，轻多了，轻多了。轻、啊、可以，可以，这高度可以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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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够够够，真是够，真是啊！完了，我卡住了，直接刹车。来来来，帮你帮你帮你！你说的哦，有这个角度好像快可以了，角度可以了，不错，可以了，放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原地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大很高，奇怪哎、欸，为什么为什么哈迪是原地坠落啊？不是飞出来、啊？低掉落？对啊，为什么、啊？他身体飞出边。啊你要拉脚，你要拉脚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不好地板吧？会撞到石头、啊。把
好像会撞到石头哦。到地面把他记得是他的将军来跑一下哦。跑一下。有在耕田哦。对啊。我这好难哦。再晃一下再晃一下。加油。你是不是身体向前你是不是身体向前倾了对。没错。啊这游戏很恐怖，跟着这个档，有有有挂了挂了，你踩着狗头，对啊，狗头，换我换我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，好，挡一下挡一下，没问题，掉下去掉下去掉下去，好吧掉下去好掉下去，掉下去掉下去，为什么要丢我？哎，哎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觉得你那个码头 很不好看呢、欸，荡荡的难看呢、欸。哎呀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好吧，都过来就算了。好了，我下去吧。哎呀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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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血了。哦，啊哦，矿坑，一下矿坑。哦，哎呦，我这么痛哦！哎呦，直接掉下去了，直接掉下去了。这个石头你要干嘛？塞进车子的爆米花，大爆米花，大矿车啊！大石头可以捡呢、欸。我怎么觉得这矿车有点……哎、欸，这矿车坏掉了，矿车歪了，矿车歪了，矿车歪了，矿车没用啊！噗噗，有大妈挡车啊！你车卡起来了啦！我把它当购物车来推，是要堆石头让我们可以爬上。那要我觉得、啊，我觉得是把石头放到矿车里面的，我们爬矿车上去吧。哇，也可以，应该是这样。可是矿车被推走，我们只能自己搬石头了。应该，可是其实好像接，对对对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你把它放掉了。可是这边矿车那边有个门呢、欸。对啊，那门没东西，砸破吗？里面没东西啊。对啊。好。能用丢的比较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手是这样子的吗？手掉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进阶是速度哎。你好恐怖哦！哇，这进入动作、哦，骑乳牛哎、欸，对啊，然后舍不得离开了哎、欸，呀呀，怪怪的。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个牛仔梦嘛，对不对？牛仔梦，你想要当牛仔一直骑就对了，对。哦哦哦哦哦哦谁？电梯上了、哦啊！完了，下面有被夹到了。下面被夹到，没事，我们等一下再叫一台就好了。我从抓着电梯的地板，然后变成抓着墙壁。哦，很高哎、欸！哦，这个又是那个沙发的。哦，这个吗？那边怎么会有一种椅子啊？啊那干什么？按一下就好了啦，它连按应该会上下停在上面哦。保存的。不是很危险吗？哦，有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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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你怎么在上上下下？哦，是我按到，抱歉，我以为按这个的时候会回来吗？误会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以为那个是上面这个滑杆按钮，有人卡在上面呢、啊，大妈，大妈，好硬卡住哎、欸，哎呦呀，哎呦，要修。等一下，那个怎么了？那杆子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我被冲下来了！哇，我是不是要走一圈啊？哦、我要堵到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有直接过来了，直接过来了！啊，这里是干嘛？又要甩风车吗？风车感觉是要甩风车出去的。好喂、哦！耶！要甩去哪？可是这风车有点小。
有木头啊，木箱，这有点香渣，这有点香渣。我的屁屁被卷了。木下又香，哈哈，对不起。木下又香，又下木下。好重。你这个箱子看来是立不起来了呢。我符号，我符号，我符号，我符号。哎哎，怎么掉下去？很难扶哎，不好扶。你看，哎，它会直接掉哎。就直接跳了，被抓到、啊，故意举起来的。啊！哇！这哦，哎哎哎，他是要飞去哪？不知道。给箱子尊重，给箱子尊重。你错，你错。他在把我举起来，等一下。箱子也不见了。我觉得直接跳应该抓得到吧。他怎么知道我被甩出去？有人到了。不是啦，是飞到那个。我举小雨，结果被甩出来，甩到那个记录点。拦截我啦！什么意思？甩得到吗？我刚刚突然抓小雨的脚，直接被甩上天呢、欸。我也是。什么都没有。好像一定要箱子，也不能摸不到、哦。没有啊，你举一个人的脚啊。对啊，我们举起来，然后直接抓。这里已经没人了。那就没办法了。那就没办法喽。哦。你知道，凡心刚把我举起来，我抓到的那一刻，我手直接被拉起来。不行，你这怪怪的，你咋呀？呀，你要吃什么？吃几个吃什么？很奇怪。吃我的马尾，不要马尾啦，公子，我不要喝牛奶。什么？你要喝哈记的牛奶？我不要，不想要。好可怕！哎，小雨还没到，小雨，我没事。他说，旁边还有城市，城市去了。啊，哇，那只能就是不能挂在船边的。对，碰到水就直接死去了。我的船桨，我的船桨啊！下去了，好了，那我跟你了，杰克。卡住了，船卡住了。哪里？现在卡哪里？你越想要比较大台的、哦。我这一台。那想不用滑的。先等一下，你再下去就是真的要出去了。你要出去了吗？没事，我可以。再见。你们快搭船了，我觉得快搭船，看到点了，看到点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抓我？怎么了？等不等我？我上来了。我想找一个划船好伙伴。哎、欸，上船了。我怎么这人是想拿船艇打我？脚又不见了。我的船歪了。脖子上了。不是，我这个没有什么用途啊，因为我拿太轻了。先上船吧。对啊，会滑。啊，滑。等下用。来用重力下去就好了。有了，有用途了，用途了。救命啊！你们在哪里？你确定要用桨吗？桨用不到吗？小雨救我！用爱发电，用爱发电。救你！你在哪里？你的爱！我来不及了！完了！我要冲下去了，我电，发出电，我电，好吵啊！自己会冲哎，他自己会冲哎，不是啊，后面杰哥在顶他啦，卡住了，哦，卡住了，转弯，前面要转弯，有，弯了，再弯一下，有了，抬起来就好了，他们跳，转一下，好对耶，有。我觉得我这角度都调错很不妙嘞。音乐，用力，末班车走啊！哎，整个车都在晃动了，整个车都在晃了。船正，走，船正，我不要跟你船正啊！我船正哦，我是不是不要打扰他们啦、啊？来了！要我们手可以挂着，你很像车头灯呢、欸。船头灯，这是啥？码头灯？这种怪兽可以玩吗？这有一个奇怪的。
哦，应该是控制前面那个吧，起重机的。哎呦！他没有按钮可以玩。你外边这转会怎样？往上推嘞。哦，还会一直转。哦，按下去会停止。啊，按下去会停止。那你把我甩到对面去啊？没有吧？是团这边那个呢？我拉了才会动啊。我这边有按钮，按下去我这一台会停住。哦，那不要停。这边这一台也有，这一台也有。不要停，不要停，把我送过去，不要停。我没有停啊。好了，这里也有。再来了。哎，我的手，我手没力。哎呦！我要过去了，我要过去了。有没有要上这台？我没办法上这台。这台可以上，这台。对啊。为什么停在这里？为什么停在这里？我掉下去。因为我走了。哎呀，有了有了，下来下来。那是不是拉了就不用理他了啊？对啊。拉了就不用理他了。对啊，那就抓过来吧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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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。哎。到最上面好爽啊，好高哦，还行。那是不是直接走过去就好了？啊，要跳过去啊！我走到最高，过去的，对，跳过来就好了。所以这肯定要大妈停，大妈时间啊，好好，我跟你们现在是完了完了完了，歪一边歪一边歪一边，我去调时间，我去调时间，你们上去，你们上去。可是我拉不上去。啊！哦，你下去。啊啊啊！哎哎，感觉了，走不动啊！有拉到了，被你们拉了一下。这个要去哪里？去跳对面的平台。平台，等一下，要跳到对面那个另外一个木桩上。拉我！好像越来越难了哎，他越来越远了哎。他刚刚有那个啊，这个让他停住啊。哦哦哦！跳哦！你上来，你上来！我好像要上来了，我拉到了！有了，有过去了。No！ 我刚刚直接跳他最上面了。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上走？然后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方便。那我刚刚就这样走过来的。我们刚刚在前面那个也是这样子走。好玩呢、欸。好玩呢。开关。出来了。为什么有三个档啊？哎呦！他说有一个是假的。一个是假的。啊！他跑走了。嗯，保存中，就这样荡过去，下一个了。没有，因为这个很快。对，荡过去而已。小雨嘞，走了吗？哦，你在我后面。有有有，我在后面。我想说你人怎么不见了？有有，我刚摔下来过来。走了。太小。啊！有两个。有三个。还有三台，还有三台。好诶。什么东西？这风扇吧。哦，拉错地方了。小风扇，你是这个东西要接电吗？用爱发电。哎，小，太小。来了。呀，这个木板可以拿。木板可以拿吗？哪里可以接电啊？风车要电。这个是假的木板哦，这个拿呗。嗯，假木板呢？是假。这是假的，还有假木板，那边可以荡的东西是不是？这个都假的，拉不起来。这里有高处可以走、哦、这条吗？好像是哦。这条是可以荡的东西还是什么？没抓到。这高处好像没什么哎、欸。用木板当桥，稍微增加跳过去的距离嘞。可是应该差不多、啊。我总觉得这里的路好像有点怪怪的、啊。我也觉得怪怪的。我觉得这个木板怪怪的。没抓到。哈，你们那边也怪怪，我跟杰克走这边也怪怪的。这是空的，是透明木板。对啊，这个啊！你拿了什么东西啊？你拿什么东西啊？我没看到木板哎、欸。木板啊！你有看到我们在窜来窜去吗、啊？我没有看到你手上有木板呢、欸。我看到我手上有木板啊。那你踩过去。啊、我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木板。对。可是空的，踩不到。来，你走过去，让我们看看。你可以走吗？等一下。让我看看。这只机会飞哦，这只火鸡会飞。
我们踩住看不到的，哪里？对，对对对，好，踩到了，有有有，哇哇哇，我机会飞！哎哎，他抓什么东西？我机在飞，绳子也怪怪的，绳子也看不到哎，就是，我看到机在飞。反正你看到的物件，我们看到都是假的。对，我看到你站在空中那边。抓着一个空气，然后在对，所以你们往另一边看，看到我站在这边，要晒到额头了，都从那边过去就可以了。我站在超高处，哎，你在哪？哎呦，你好高哦，你怎么在那边？就右边那边其实有路可以爬上来，我就不知道爬上来要干嘛，你知道吗？继续走过去啊，你要等那个吧，等音乐那边。可是这边没有什么东西啊，我在想会不会是要爬，是不是要爬山，然后呢到这个边的木板啊？啊，会不会上到这个风车？你会看到风车是会动的吗？不会，它不会动。哦，我想说会不会是就是拿它启动之后，看过去抓那个叶扇叶？哎、欸，这个灯可以拿、欸。因为这个山壁是可以直接走的，它不是就是那种掉上来的。看团，我跟看团，哎、欸，我跟你玩躲猫猫好不好？你当猫？怎样？你躲起来是不是？我看，我卡在一个山壁里，完蛋了。啊？山壁卡在山壁里，看一下、啊，哪有这种地方？太智障了吧？还是隐约要不要跟着重置啊？我觉得要不要重置？我觉得它怪怪的，这边怪怪的，对啊，对，这边感觉怪怪的。这里，哎，耶，哎，就一样从木板一样啊，木板一样，一样木一样的、欸，对，怪怪的。你可以拉吗？你们可以拉吗？拉不到啊！那那个超恐怖的啦，就是透明的，它是假的木板，但是这个是这个，可是我看也是透明的，啊，只有你抓得到，对，只有主机抓得到，靠月月过关了，我们就去爬山壁吧。可是不说那边没有东西吗？对啊，可是那山壁上也没东西，还是跳到山壁上，然后往右边那边跳啊！我看到那个出口了啦，跳山壁啦，是吧？对啊，跳山壁，我看到出口在那边了，那边只是装饰而已，装饰品，装饰品。我们带要不要去那个一个神秘的洞？它比出口的洞还有趣哦，很大很长。走走走，哎，又可以再滑一次哎！大妈，大妈，我觉得也不是正常路线呢。没有啊，这边可以直接走啊，这边完全不用跑步。它不是靠荡的，你是跳这边跳下去。宽敞哦，啊，你刚掉下去哦，哦，你刚掉在下面哦，这里，没有，你就直接下来，直接下来，把人家重生就好。哦，哪里在下面哦？哪里大？哎，我刚卡在这里啊，这边有幽闭恐惧症哎，哎，很恐怖哎，行，我要带灯上去。好了，带着灯上来。狗狗，这里剩我跟你了。完了，我不知道怎么看你是模糊的。我看你也好雾，我的天哪，这是近视跟那个闪光。太近了吧，太近就会那个。哦，好高斯哦，我的天哪！我拿灯来了，好棒。超高斯模糊。我怎么觉得我有戴眼镜跟没戴眼镜一样？你怎么过去的？上面山壁还可以走啊。重生，我们重生。我重生了。啊，我掉下去了，完了。完了，重来了。完了，我要重来了。感觉那个机关应该有东西耶。对，应该是有东西的。不然这边这么多东西要干嘛？走山壁没道理。对呀。这个怎么能推？因为我东西看不到，怎么能动？这个我看是不能动的啊！我的头卡住了。你只能靠音乐看了。对啊。只能靠音乐解谜了。这看起来看那个风荡到这个风叶扇，再荡过去那个叶扇。哎，好像有点困难。没抓到。它这个看起来是要通电，但它都没有动啊，不知道哪里通电啊。可是这种三叶都不会转，这种怎么看都是风力发电才对啊。嗯，换人力发电啊，人上去转。感觉是一个叶扇会吹起来，我们也可以吹过去才对。那我们对啊，就是那个东西会把人家吹过去啊，吹到对面去。嗯。它都没有在动作啊。对啊，彤彤，你过去了、哦。嗯，他刚刚就走上去了。嗯，所以这叶片不能抓，是不是？好像可以抓，可以，快抓到了。你有转吗？会转吗？空的，就那一块整个都坏掉了。没有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他的那个实体长什么样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他是在转，但是我们看到是定住的，嗯、我们看到冻住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拉到了，冻住不许走。
有，你们拉到了。你们那个风扇在转的时候，这边的风扇也会转。有，我看到空的，你看得到？什么都看不到。我看到空的。幽灵风扇。浪啊！感觉是要让三个风扇都动，这边的风力才会够，可以吹到对面去。嗯，好，那一个、哦、一个风扇挂一个。好，不行啊，就只这个好挂、啊。对啊。另外几个那个要怎么挂？从后面跳吗？可以吗？在想这个。三臂抓。这看不到人啊，就这样了。你就只能看着他大概原本在哪里，然后去抓他。天哪！对。不是后面那个要怎么荡到他？走那个绳子过去、哦、绳子吗？我刚刚绳子是可以荡到蛮高，可以有机会抓到他的扇叶。哎，因为他不是有电线吗？那个电线是抓得到的。这个房间是影月开的吗？影月开的啊。对啊，影月开的。哦，那合理，那合理。我想说只有影月看到、嗯。我过来了。好爽，我一直抓着空气。喂，这早上能够抓的空气的时候，电线好像抓不起。这里，他进那边跳过去吗？我是应该，所以我说叶三叶在哪里？有你让他动了一下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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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。这一关 bug， 对啊，他进了，他进头上那三页开始转了，我也在转，所以还有一个，喂，所以动一下就转了，对对对，哦哦有啦，多一个风扇，它的风力变强了，哦，你刚刚有被吹哦，有，但是刚刚不是我跳的，小雨荡荡直接就放手，看他，对，应该可以放手了吧，应该可以放了，他有在动吗？哦，有有有，他有在动。所以只要碰一下三叶，让它转一下就行了。啊、哦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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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把那个。所以有风了吗？那这个要再碰吗？还是没差？要这个要这个它、哦。那我把你举起来，看你可不可以举走它。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把你抓起来。这里。啊，你好。还是他这个木板是让你去吐那个三叶用的？也有可能。这个距离，哎，有机会、欸，差一点，有机会是吐的。你抓到那个了？我拿起了隐形的木板。等一下，我让我上去，让我上去，我有直接用爬的，看爬上去。哦，好，那人那用爬。我好像。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抓了什么东西。哎呦呦，他就有碰到，他就有碰到，不知道碰到哪有碰到。够白的。他的东西是不是？他转的不够快。可是怎么是而已？到你们那边。吐到你们那边，哎，哦，刚好穿到环里了、啊，就只能到这里。你们那边不是这三个风扇吗？三个，一二三，三个，三个，三个了，没了。变魔术师，刚到那边是强制，变更快了是不是。风扇应该是最强的，风扇应该是最强的，现在是最强化。好，那我再摔一下，再去看一下，再去看。看，你们要回来啊，你们。Max， 好笑啊。来了 ，Go Go Go Go！ 哎、欸，有风，我觉得从上面平台吧，上面平台，从上面，从上面。你先。好，我来。哦，有，这样子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，不是为什么？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我没挡住，好了，对了。为什么他第一次在底下啊？对啊。你再去玩一次啊！你再去玩一次嘛！好吧，再去玩一次，耶、yeah! ！再去玩一次，那我要去玩一次。好，你再去玩一次。因为我刚刚是强制爬过来的。对，你们没玩到的，赶紧去再玩一次。我觉得旁边是没弄好的墙壁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让人爬上去啊！对，那你去玩啊！我想说要拉一个人一起去。你是在等谁？在等谁？是你是在等谁？久了，现在就挂着。为什么他竟然是在卡在那里啊？可以吗？可以上吗？啊！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官方地图，然后之后 bug 这么大，有点失望。
这个应该是原本玩家做的工作坊，然后被官方应该是收了。对，他不是每次都是这样。应该是对啊，没有修 bug 啦，他可能没付钱，后面没有那个完成品，没有那个给你。走喽，走喽，关喽。哎呀，好，我觉得那个斧头只有一个地方劈而已，很可惜。嗯，还说伐木地图，还说伐木，我那树可以砍的，结果不行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下一关 ，Go Go Go， 行喽！哎呦，仙人掌，仙人掌图，走喽！仙人掌，啊哦，这里有一个很像拉杆的东西。这里有个暗哦，吹风机，吹风机，有风，有风，有风，这是风。哦，这个挺好玩哦，上面有钥匙，还在吹吹上面那个吗？啊，吹钥匙，吹钥匙，让它下来，这样就可以抓它下来了吧？好酷啊！抓它，这可以转过来，好赞的。抓它。啊，它抓下来吗？好像不是呢。可以把被吹走吗？欸、可以，我可以把别人吹走了。因为下面是要插钥匙孔，没错。哎、欸，拔下来了，拔下来了，拔下来了。好、哦，大妈之力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拔下来了。大妈之力，太神啦！这边有孔，大妈。这没有孔，边有一个孔，你要放错手了，弄进去。哈基，你要上去另一边吗？我可以把你吸进去。进去，自己吸进去。我先走了。这是什么？我可以把钥匙拔出来吗？这是找钥匙游戏耶，又有一个钥匙孔，有箭头，又有钥匙出来了。找钥匙游戏，是要往上走呀？这是什么啊？哦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哎呦，这有一个哎，是拉这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这很赞哎，这很赞哎，这要吹自己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然后看能不能上去看看，上去看。风力不够大吧？你们终于也卡住了，你们终于也卡住了，纸包机。没事，飞起来了吗？飞起来了吗？我飞起来了吗？我飞起来了！我飞起来了！你高级，我飞起来了！高级，你卡住了！卡住！这个好像是你要去哪？你要我们之前不是有个那个吗？趣味活动是这个吗？对，好像也是，都是有。你走，好好笑。对，我是被那个风力吸着哎。对啊，你是被这个吸着的，一个是起来的。好酷哦！我可以自由移动啊！他吸下来了，这个是我的，里面也没了，吸完了。哇，没按，没有继续按住。对，很有趣哎，这个很有趣。玩好玩哦！啊，你上去。不要再，不要再中绿叶，不要再中绿叶了。不要再纸包机了。纸包机啊！要去哪里啊？那边，那边。那边，那边哪里啊？那边哦，我看到钥匙了，就是钥匙在好高的地方，哪里在上面吗？对啊，你要吹你的码头，哎呀，有点热，天气闷热啦，哦，天气闷热，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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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团那边，团团那里，团团那边，对，团团。你走来这边，你来我这边，你来我这边，这边有个网子，这边有网子。我可以直接上去过哦，靠山，靠山壁，靠山壁。不行啊，这边这边就有网子。哎，我的手还跟你们飘过去，笑死。可以吗？这边不够过去，不够过去。到底啦，这边呐，小雨过来。这边到底了。哎，他过去了，他过去了，他过去了。哎，小，你要不要去玩？我来帮你推车车。就你不用动吗？就是我只要推着车车就好，你要两只手都抓在那个上面。被风吹起来之后，你就不用乱动，它就跟着风走了。它会跟着车车。真的是蛮酷。然后是想说来这里，车速也飞起来了。哦，这也可以。哎，嗯，哦，所以这样就可以，哦，就可以跳过去拿。哦，它原本是这样子的平台的，对。哦，它直接吹上去了，它吹的风直接被吹上去。对，它风动的蛮高的。好提示，杰克，杰克，哇！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不想起飞是不是？我不会起飞，这好难起飞哦。起飞，再飞一次。这我少一块石头啊？为什么？少石头？他这个钥匙孔在哪里？没有，钥匙孔在那边，在那边。他想飞起来，他想飞起来了。哦，对对对。我是踩车是不是可以飞走啊？不不不，这车很酷哎。
我只要立起来就好了，我就可以飞起来了。机会。嗯，我没拿到钥匙。被那个吹跑。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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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。哦，哎哎，那怎么突然停了？没成功。哎，没有，差一点点。刚飞得很帅，哎，刚那个变直接那个立体移动装置，超帅。下一关，这可不可以带走啊？这个车车，我想带走。可以往前推吧，没差。把它带走，把它带走。下一区感觉不太能带。哦好坏哦，那么能不能拔出来啊？那你说把那个拔出来？杰克，喂，我送他回家了。喂，对你送他回去了。哎呦，这个是雪哦。你有今天啊哈。你也有今天。他进那台机器呢？他这个是往回。抱歉。然后怎么过去嘞？嘿耶！这有个钩子是往回的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钩子荡荡下去的吗？可是那你那里不是回去吗？嗯，在这里。他是在那个平台上，不知道哎、欸。问那钩子干嘛？不知道。可是勾回去就是回去了啊？哎、欸。我看看，先过去再说看看。既然他都有这个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拜拜拜拜，公主回来了，带不走。你还在想要怎么带他？对，我想要把他带走，我想要外带。那个刚起飞真的是超超好玩的，可能就是要一个技巧。对，不好弄。啊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有了，有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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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了。Go！ 完了，完蛋了，尴尬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石粉挂这里了，完蛋了，完了。叮铃。我这杆子太长了啦，一堆印子在那里了。全部直接打脸！哎呦，今天我们延迟，没办法往上跳。完了啊！被抓成死，不行！哇、啊，能抓吧？哇、啊，那根这样子放在那里，对啊，那根不会回来、欸。对啊，对你卡着，它卡着了。嗯，完了，还是要重新置吗？对啊，好，我重置，重置。啊，我卡住了。重置。好了。哪里？那学会了，抓杆子上面一点。杆子回来了。对，杆子回来了。太急了，太急了。哎，去上个厕所。我抓后面，往下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刚刚你们会失败吗？因为没有你，是不是？因为没有你在，因为没有我，没有错。我就知道。那这次不是你们刚完全没有点人，谁下去？你们刚完全没点人就过去，然后他，你们没有？我们刚刚有说先试试看呢、啊，先试试看，先试试看。对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被吃音哦，没听到。哦，加压吗？啊，我听到。对啊，这个很难抓哎、欸。要有吗？过去，过去，哎、欸，不要往那边。我一个人勾勾看怎样怎么样啊？可是你不能勾太下面，对啊。你想你现实会这样勾，你腹肌一定很结实。哦，好电好电，不行，低级电了，低级电了，要电了，要换一下。嗯，换新加坡，好，好难啊、哦，新加坡。新加坡正常吗？嗯，现在还好。现在还好。哎呦，等一下。我接过，我接过。接过，接过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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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去拉前面。啊！等一下。我拉了。你感受到我拉了吗？掉下去了。要说架住前面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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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对到，就一个人先把他勾住，然后其他人抓前面一点的位置吧。对啊，
Zero，Zero，Zero。哦，对啊，一个人抓尾端先把它勾住，其他人抓前面一点的再换再换过去，很难勾啊，等一下太重。等一下。不，你现在是勾他？哦，我勾到小勾到小玉了。对，你现在勾他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歪了，歪不对，歪错边了，歪了，歪了，歪了。你就是想勾小玉就讲嘛。我没有。哦。没有哎、欸，有了有了、哎、有有有。没有。你要笑死了，勾什么东西？你卡住了，杆子卡住了。你又勾小雨啊！你又勾小雨啊！对呀，对呀，从哪里就勾到哪里，这样子不好哦。我想呢。啊，给你这个，给你这个东西，给你这个东西，给你。这有啊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好，歪了，歪了，出去了，没了，歪了，没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你又勾小雨，来换了四，换了四，换了四，站这里，站这里好不好？就勾不到，是不是？跟你讲，他还是有，还是有方法。换位置是不是？好的，勾到嘞。啊，杰克抓前面一点，杰克抓前面一点，抓前面一点。杰克很忙哎，刚刚。等，那个要先抓好。抓前面一点，对对对对吧？对对对，好了。你们去抓，你们去抓，你们去抓。你抓了，好了 ，Go Go Go！ 哦，你把大妈举起来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哦哦，大妈，大妈先松手了，大妈，放手，对。哎，有勾到，勾到，勾到了。你很会，懂勾哦。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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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吧，继续，继续。在前面会这样，下去吧。再来不能抓在前面，要抓中间一点的。中间要中间。对啊，重心不稳。只能中间，只能中间。蓝星那个位置好像可以哦。哎哎哎！我那边你是没进，没勾到，差一点点，再转一下。啊，没有，没勾到。要怎么转杆子啊？好难哦。对啊。这是技巧，这是一门艺术。哦哦哦！勾到勾到勾到，中间一点啊，不能太前面，也不能太尾端哦。哎哎，这不行，太强了，那个啊，这样会那个翻过来。一个人呢？你吃一个人就好了吧？哎呦喂呀，妈咪呀！哎呦喂呀，妈咪呀，是这样。来，一个一个慢慢来吧，去吧，出发。哎哎，你没勾到，记得把东西丢掉就好。啊啊，没有，没勾到。有吧？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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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快没有，又快没有，没有，行不行？下去了，没有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。哎呦，这是排队这样子。下一位大妈。哦，哦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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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基友。哎呦，哦，哎，水哦，把杆子丢掉，把杆子丢掉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回收型杆子。哎呦，好了，丢得很顺哎，直接往下。哇，你口袋还有剪刀哎。对啊，可是看着不能用哎。我是不是抓太前面了？看我扎你，挂上去就可以了。那我抓你就完了。不行，太前面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有有有有。大妈，大妈，他真的有挂到，他真的有挂到。没了，刚刚有了。啊，突然没了。可粘。这里有什么？哦。哎呦呦呦，有感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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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啊啊啊！没感觉，感觉没。哎，捡回来了，捡回来了。到底有没有感觉？有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我差一点，好，回收型，回收型，丢掉，丢掉，自己也回来。下一位，没有，我应该在这里吧？我应该在这边才对。新加坡很开心啊，我听新加坡开始点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再换，还有哪边可以换？香港。好。啊！啊，小雨姐可以吗？啊，我想说不是你们都断过了吗？啊，没有了。我说香港 OK 吗？你刚刚不是说新加坡你会垫？现在嘞？现在 OK， 现在 OK。现在 OK 啊！
这杆子卡住了，好酷啊！干嘛、啊？你好狠哦！卡住啦！脚踢他！卡住啦！好猛哦！天哪！天哪！有有有有有！就你把踢下去！完了，水！好笑，好猛哦！这个角度很厉害呢，脚腿推。有来了、哦，有没够到？有没够到？哎、欸，有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不太懂，我们上来这要干嘛？哎呦，在下去！我感觉回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回来了啊！对啊，就回来上一关啦、啊，就回来了、啊，所以我才说这个不知道干嘛、啊。对啊，在上面啦，是不是啊？要回去啊？没有回来啊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哈哈，那这杆子是要干嘛？哈哈，骗人！这是给你滑、给你玩的吗？单纯给你玩，那挺好玩的呢。哇，太好玩了吧！因为你自己跟着干嘛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对啊，不然自己跟着要干嘛？太好玩了吧！给你回来拿个电风扇回去的呢。啊、哦，这个是干嘛的、哦？那我把杆子拿过来嘞。那这边的门都关上了呢。那我因为这边是不是可以跑过去啊？对啊，这边是可以过来的、欸。我去哦，他自己拉了之后，中间的风没了。哦，我保存了。哦，你们保存了？当然有保存中啊。你那边的位置是保存的。对，是，所以我们其实过来是应该走这边啊。那个杆子只是晃点你们。哇，真的是晃点我们晃很久了。哇，太神了。好狠哦。狠狠的晃哎、欸。狠狠的晃点的、欸。只是要爬到最顶端，山顶有一个按钮那样子。天哪，好扯哦！引导很猛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听到那个背景音，You got a bamboo 走，You got a bamboo 走，哇！啊，怕我们太无聊，做了一个小游戏给我们玩。对，要走旅夜吗？走旅夜吗？这么疯哦、喔？这么狠、喔？他休息。那你要把那个风扇关掉吧，不然过去会不会被吹啊？嗯，嗨，啊不会、欸，要那个往那个风那边先跳远一点，然后车回来位置刚刚好，还是可以跨关。我跳了个梯子我就过来了，好好好啊，哦、我这个梯子啊，白痴，我这踩上去就是过来了，那个旗子，笑死，还是要把它关起来是啊，对，哦，关起来，关起来了。哦，中间的风关上变中间了。哦，风哦，嗯，飞上去就飞过去了。我手黏住了。哎，我刚收。哦，有信号。这里是怎样？起飞。两条路。我摔下来了。右边是干嘛的？哇，逆风。啊，怎么要保存？好快。哎、欸，上面有拉杆，好、欸、好大的风，好大的风啊！飓风，是不是要走这板子后面？这上面吧。哎，先上面有个拉杆。拉。拉。我有墙板子出去，哦，玻璃墙了。好雾哦，好雾。啊，这个过去是要干嘛啊？石头按钮是干嘛？石头箱子来压着。这个重量不够，我不够重，我太轻了。我拿个箱子过来。拿石头啊，拿石头。哦，对，我们。哎呦！我刚听到了，呵呵。呵呵呵呵呵呵。哎，我今天真的很电呢，不管换哪里都会电。好可怕哦！拿不动。嗯喽。哪里可以拿？哪个东西可以拿出去压着它？有，这里拿到了。团团，你怎么就略过这个箱子？不是，是。它有这个有风呢。这边。这边过来有个奇怪的地方哎、欸，我先不要进去好了。奇怪，这个好像给他们吧，有一个空隙。空隙，对，来了。看左边，欢乐颂哎，这是要丢下去是不是啊？哦、他们缺箱子啊，丢下去吧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入口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哇，啊、完了，不是啊，从这个洞吧，完了，箱子拿不到，我在抢那个洞吗？哇，好像是呢、欸，你可以走过来，应该是吧？好像是呢、欸，哦、欸啊，没有箱子回去了，箱子回去了，哦，箱子回去了，箱子回去了，哦，所以那个洞是传回去了啊，爬不过去哎、欸，他设计蛮好的、欸，那个还是爬过来，还是想爬，还是想要过来，他不是想爬，他已经爬了，好好好。
可以啊，自己跳就可以。很小。好了，下一个按钮在哪里啊？熊猫团团。还是应该就是脚下那一个，只是要东西压着它。嗯。哦，我找一下。啊，人团团的那一个。上面有个箱子，正在搬。这个石砖、哦、啊！老宇，你也很疯哎、欸！你还不是你一样？你扯到了！哇，扯掉了，扯掉了，扯掉了！哦哟，扯到灯了啦！哎，我哎，这边有个洞哎、欸！哎，那就去蹲下去，去压它，压住！啊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第三个墙出现了！对，它掉了。啊、好像没差、欸，他起来就好了。好像没有差，好像没有差。不行，他没放好，不行，他要放对称，他要对齐。不行了，今天是要这样吗？要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刚刚看你的画面是集体，他像宕机滑嘞。你看，等下看他机。不行了，上不去。你看小雨。我下来了。啊我被吹回来了、欸，我被吹回原形了，完了。你被卸妆了吗？但是暴风是暴风雪啊，会扣血，一滴一滴再扣。好恐怖、哦！滴吗？对，看滴。你忘了？你们刚你就知道刚刚那画面多好笑了吧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你要等小雨啊，要等小雨来。要集体的、啊。等一下，集体比较好笑。干嘛、啊？我被钉在石头上。你要拔的，你要拔的，拔的。石头上。你在云林上。你要晒干了，你要晒干了。我连脚都不能呢。哈哈哈！有。我老师。我过来了。我去哪了？去哪了？我过来了，过来了。你等下。我那个树，我想摸它，但摸不到。它风力太强了。是要变棋子哦，我也要。这什么叶子吗？不好，不好。他叫我跳下去，这样写的，抓不到。那个箭头，那就结束了，应该是结束了吧？他结束了吗？啊，对，结束了。他最后的跳下去的地方是这样。好吗？啊，我跳过，中规中矩。跳过了，还是给个掌声的。中规中矩，他太多奇怪的路了。我觉得那个荡过去的最好笑，荡了十分钟才发现，哎、啊欸，原来那个是回去的哦，没有用、哦。过半天，还可以炸车车。那炸车车干嘛？炸车啊！车车。下关。下关。哎呦！嘣嘣嘣嘣！下关炸了吗？嘣嘣。是什么鬼地方？哦，旁边有板子在滑动。哦，有那个哎、欸，有那个转圈圈的，是箱子在抽动。哎，Jump！ 数值到了。我、哦、这个很考验，很考验。嗯，没错，很考验过去的时机呢。哎，哎呦，过来了，哎呦，它荡得很快呢。很小，很小。呜呼！不，旁边这有电梯。上下啊，失败！哎、欸，荡回去太慢了吧？嗯，我是那个灯。耶！哦哦，要荡灯哦，对，要荡灯。哎呦，灯！哎呦，你抓到，你抓到！Go！ 太爽到了，有点萨尔达的感觉啊！转圈。哦，它的叶子吧，它树叶、草丛啊。这箱子干嘛？那个灯好慢，那个灯也太慢了吧！很小，你可以跳上去抓啦。可是你已经抓住我的尾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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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尾巴？是啊吗？我抓他针线包啊！他自己上面有个按钮需要箱子，上面有按钮，对，有个按钮需要箱子。我以为这个是让他卡住，他不会掉下来的。小雨，我在你头上啊！我到了，我知道了。哎、哦，等，现在门开了，等我一下啊！又关了，又开了。对，我们可以走捷径什么的吗？哎、欸，小雨，哦、跑酷是你跑的，好吗？谁在玩门？可恶！好棒哦，很棒吧？哎、欸，这有蘑菇哎、欸，等一下，
我不敢跳。好好，我们看，你跳下去就爆了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可以了。这边有，我拿箱子下去。啊，这边还有个箱子。哦，那边也有箱子。对，那这里也有一个哎、欸，好多箱子、喔。这我这个位置，箱子要拿上来，要搬上来，团团箱子要搬上去。啊、好好好。嘿。好，我去下面举啦。嘿，欸，那个，好，等你们爬完，接过去，你掉下来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等你们，对，我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有啊，好好好，嘿咻，箱子怎么抽动了、啊？奶奶奶奶奶奶奶，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去，杰克，到哪里啊？你后面，这是对，这边，栅栏里面，栅栏里面。这个搬走，这边有一坨栅栏。哦、啊，那个桌子不能压、哦，还是等他们吧，等他们。对，我没想到。哎、哦欸，只有你吗？搬不动哎、欸，是粘住的。刚只有你吗？桌子。嗯。刚只有你过来哦。对啊，他不走、哦。好了好了，走。嗯、啊。啊？那边还要有人过去哦？没有啦，因为这边有些机关。这一个门啊，不知道出去会不会有东西。对啊。哦，这有个拉杆。哦，你们在中间了、哦。对啊，这拉杆是干嘛？哎，没拉到底。哎呦喂！哦，哎，有了。他跳，他这个有什么东西有那个吗？我们这边拉了一个拉杆。这地图的机关真的是动很快。你再拉一次。我们拉。好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门开了。哦，门开了吗？哦，这边是唯一的路、哦。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、啊、所以这楼上是干嘛？好酷啊！应该是去他们那边的吧？楼对啊。嗯，哦，所以那个箱子压的是上面这个门会开哦。对，上面的电那个门会开。对啊，那个门会打开。这是要跳窗出去吗？这灯好慢哦。下去。嘿嘿。杰克。可恶。哎、欸，还要从起点开始走是怎样？对，要从起点走。好远哦。这边都还没有记录点。那我们在这里站在门口等他。不要啦，别过去了，好远哦！哇哇哇！地上都很多香菇，一次了，对，好栽哦。哎，香菇可以拔哎、欸哦，可以抓住它。我的脚怎么少一只？喂、哦，快笑，快笑，呜呜。哇哦！我来了。哦，这感觉走过去会掉下去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在等。我刚走了一次，然后掉下去了。等很慢呢。哎、欸，你们试一次就知道了。哦。哎、欸啊，你怎么又？哦，你可以在那挂着等我一下。我想要走过去，应该不想要摔下去。你可以等我一下。我来了，启梦，我来了，来了。哎呦！你在拔他的，直接拉下，打头发，拔头发，啊！直接下去，然后放他下去。哦，不是，我突然手软了，真的很抱歉。哦，你也手能拉两下，我刚刚是想，我刚想抓草地，然后抓你屁股的，结果哎，服了，嘿，哎呦。不要抓烤鸡，不要抓烤鸡！嗨，来啦！耶、yeah. ！救救命啊！哟，鸡鸡被抓起来，啊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在等灯呐、啊！你们先去，那边怎么浓雾了？对啊，你那边失火了、欸，赶快过来吧！哦，有了，他来了！你们先去，你就问他、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会掉下去的，会掉下去哦，要重新再跑一次。我摸摸。我摸摸好，你下去了、啊、是这个意思啊，哇，来不及吧，来不及、欸、哇哦，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，存档点呢，存档点呢，这么快爬上去呢，爬上去之后呢，爬上去吧，应该爬上去，不用说这一关没有存档点哦，太狠了吧，他这边都还没存档点呢，那他评价是不是很低，对啊，他评价很低，四星吧，四星，对啊，他是哎、欸，这个很过分哎、欸，
这个下去太快了吧！哎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游泳很快哦 ，Speed Run， 是 Speed Run 呢、欸？哇，挤下去耶、欸，不能这样哎、欸！那你要从头走了，小心好扯哦！他是不是从头来、欸？好狠哦、喔！从头来过分哦、喔啊！好狠哦、喔！哇，狠狠的从头哎、欸！我看到狗狗被夹了。他真的没记录点哎、欸！太狠了！太无情了！他应该到对面那边才有吧？感觉看起来。不知道、欸。抓着，赶快抓着！抓着会卡，那个抓着会被卡。太无情了吧？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跑来外面了。好、啊，我被夹在外面、啊、哦，有机会哦。好、啊，哦，外圈好像比较有机会哦。哦，有了，无情的记录点，算啦，很勇哦。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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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。我在嘞。喂，哎呀，我来，我来。手伸不出来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下面有那个，有那个板子。不要拉我的马尾。哦，我抓到了。这板子要干嘛？太久了，走吗？哎、欸，我的手好长哦！我的手拉很长，很长。哎呀，好臭！好臭！夹！你要怎么过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没有板子可以过去了嘞！我抓到，我抓到，我抓到！你抓到了，你抓到了！对对对对对！等下就回来，等下回来。等下等下等下！板子来了，板子来了！哎，这。这个的这个的小雨，小雨，你抓小雨，你抓小雨，你抓小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地图物件蛮精致的，救人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可以抓我头啊，你可以抓我头。哎，下一波板子来了，我松手，没有拉到。哎，小雨松手，小雨松手，小雨松手。好，我松手，我松。好好好好好，我要松喽。狗狗抓狗狗，好好。我挺香，有斧头哎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手抓板子，你手抓板子。我看到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对，要上来买买。这里有电线啊，这里有电要接，没有斧头。电夹、哦。这电池是不是要搬过去啊？电池可以搬吗？哇。要搬过来这里，可是要找线啊，要去。这里有洞窟啊，有短船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感觉这个好像会掉，是不是？感觉会掉下去 啊，可是可能要有个机关才会那个吧，斧头吧，嗯，那个斧头要找地方，斧头劈地吗？不太对吧？斧头，这里在这里，可以啊，你想一下，斧头跟镐子的配方是一样的铁一样的石头，所以他们一定可以用，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旁边这边还有路啊，旁边，这边这边，都要当咚咚咚吗？啊，咚咚咚，这里，哦，这里啊，有一个惊叹号，这里有一个围。这个桥抓得到吗？抓不到，太远了。那个要是要砍树来放东西啊。哦，这个是我。可以砍树吗？捉它。抖抖抖。不是，哪有人是抓斧头的头啊？这个长很畸形哎。每个都很畸形。畸形的有机会哦。对啊，这个好不容易。每个都是 S 腰的啊，对啊。好吧。S 腰。不是啦，我刚刚看到木板可以剪，是不是？有木板，这里有木板啦。对啊，没有木板，那我们还在找。有个画木木板啊。画木木板。啊，这个就是看得到的木板了啊。好耶好耶。哎，我刚根本没抓到。你在装盲哎你。那是装盲哎。不是，我有抓到啊，木板也不对。两手举高高在干嘛？走走。什么都没有。伸懒腰。啊！来了来了，木板来了，少一根就好了吧？再来，用你的小腹放旁边看看呢。可以，好诶。这里有，我看到前面有红色的。哦，这个地板是什么鬼？哦不！掉下去了！哦不！地板掉下去了，又变分两个关卡。这边这边红色的，那这样子，雨月那个的地方是后来才要回去的吗？有可能。没有绳子的关系啊，对，没绳子，电线啊、所以等到后来才能回去。这边门也是之后要开、欸，所以先走红色那里吧。嗯，繁星那个吧。啊？什么？红色这边啊，这边呢？哈，你翻过去了。你好猛啊！我直接从门上翻过来、欸，应该可以吧？那我要翻，没事吧？厉害、欸，你很厉害、欸，你很用哎、欸。我要，
我在想会不会是挡起来？它这个繁星这边。这边过去之后要绕一圈过去拉、拉杆，它铁门越来越高嘞、欸。哎、欸，门打开了，门打开了，门打开了，老师升高了，拉杆打开了。我觉得不要硬闯好了，我怕要会出什么状况。没有没有，它只是就是它要绕一整圈过来啊。对对对，它是一个圆形，没挡好啦。他那个门上面又没有堵起来、啊、我就走过来了、啊。一条红线，一条蓝线都在这哦。那个对，都在这里啊，两条都在这里啊，不用张。哦，他那边有那个画木板可以拿回去，因为刚桥不是掉了。哦、yeah. ，对啊，对啊，可以吧？哦，有车车哎、欸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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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怎么下去？这样比较快，木板下去了，啊、来了木板二号，要画木板，来了木板，木板好重，你在我后面吗？哇，是重训哦，放开了，放开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再前面一点，吐进去，哎、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没有，没有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好，等一下，我狗狗你在上面的狗狗，哇，结果，哎呦，结果，哎，你抓到那个地板了，狗狗。再往前一点点，狗狗松手了。等一下哦，狗狗松手了。你过来一点。好，我来了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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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耶，好耶，好耶。走路了，就慢慢走的应该就好了吧？刚是用跳的。我怎么看你是打一颗白色的球而已啊？你怎么不拿线啦？我有啦。线呢？你的线勾到了一下。有啦。我看到一颗球哎。看到白球哎。我看到的是线。我们看到有线，哇！红线是两颗球，对，我刚才是看到两颗球在跑。我的是蓝线，隐约的红线是两颗球在跑。这游戏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对啊，你看《宝可梦》第二季负。哎、欸，哦哦，有了有了，真的。这游戏怪怪的，好可怕！啊，其他你的脚卡到了。嗯，因为 PC 网络也怪，然后这个也怪怪的。哇啦！对啊，都怪怪的。哇啦！小雨，小雨，有了我。我怎么看你往后瞬间、啊？我看到你的两颗球了。我看到你的两颗球了。哎、看到你哪里怪怪的？哎呦，他这门也开太小了吧？这么大个门，然后这样小小门，超级小门。小门，可以来万寿。喂。哦，大庄园，又是一个大庄园。嗯，庄园里面有电梯，上面有一个拉杆。我们要想办法上去、哎、啊！所以那个斧头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没用哦。对，装饰品、哦、木箱，找到了。这里要有个木箱，这边有一个右下角的嘛？对，这边有一个按钮、哦，这里有一个，外面有一个。我拿走，我拿走。右下角的哦。哎、欸，那个按了这边就开了、欸。哎、欸啊，所以木箱应该是要拿来这里垫着吧？要去另一扇的地方。对对对对对，木箱要拿进来房子里面。是进来的、喔嗯，我来了哪里？对，要往里面走，直走。他可没有想到有队友吧？我是一个木箱。在有了有了有了，耶！哎，来了。所以它只是个门，我以为它是电梯。啊，那个对，我也以为是电梯。哇，你做的好美哦，大妈！哎，你很漂亮哎，你等一下，截图一下，截图一下。风景照啊！哎，你怎么做这样啊？真的很美耶，很美耶！我们手还可以挂在外面哦。哦，好了，这个。哎，休息一下。哎、欸，他有开吗？哦，开了。我接起来了，然后有了有了。哎，哎、欸這個欸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哎、欸，大妈，你看是不是？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这是要解锁我们，我们经历的不是友情是什么之类的。这个吗？哦，这个马车来了，马车来了，小雨直接撞哎、欸！点呢？小雨是卡在。好可怕呢！卡在点那个沙子，可以抓他吗？抓到他吗？我粘在，好扯哦！快拔他过来，你可以拉吧？不行哎、欸！我们到了吗？我们到了吗？
还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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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有有了，哦，他这个粘住了，就粘住了，拿不出来，完蛋了，卡在里面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拿不出，卡住了，我们快拉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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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，快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一起别。啊！别！我在哪里？哎呦，我在这里。太多人卡住了吗？我剩一颗头在外面。哎呀，你好恶哦！请问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那个？你是不是那个睡怪？哎呦，睡过去了！你们看他。你是睡睡怪吗？哎呀！我的视野一半在墙里面，一半在墙。我手粘住了，我手粘住了，我手粘住了，哭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你要把吃掉，你这个恶魔！可怕的缆车，这车越来越多人了。等一下，你是无限缆车吧？无限缆车，不行，不行，你看我，我知道，我出不去，我被吞进去了，我赶快跑，我看不到，好可怕，我的缆车好可怕，怎么飞出去？无限缆车，我的脖子啊！哥哥，你还好吗？繁星，繁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等一等一乱。哇，繁星是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怎么越来越多东西了？繁星，阿基有看过他的路嘿。你从一般的狗狗变成拉长狗了，就变成拉长狗哎、欸，拉长哎、欸，我长颈鹿哦，我是拉长啊，哇，拉不出来，拉不出来，然后我又跑去哪？我怎么开跑去前面？汤马斯小火车，哇，这个火车越来越恐怖了，严重啊！快点拉出来，快点出来，而且不是好险，我先把脚卡住，我脚也卡住了。从直接从记录点吧，从记录点，我都已经卡死了，我已经就是卡在墙里面了，一半一半。我被墙壁吸起来了，我被墙壁吸住了，你这个墙壁有吸引力啊！墙壁吸住了，啊！完了，老魏粘住了，粘住了。哎，团团，你有看到我吗？有，你看我，你看我。好恐怖！可怕缆车，我看到繁星了，很长啊！我肚子真的好痛哦，我要出来了！哎呦，重生吧，重生吧，重生吧！哎呀，不行，我笑到快死掉了！我们好好的坐车，为什么都会头卡一颗在外面了？就每个都卡一个头在那边呢！哎呦！我好累哦，笑得好累哦。猎奇车车，救命！等一下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狗狗不行。无限缆车，无限缆车，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要再呼喊住来了。我要找位置坐好，不然等下又有甜甜圈了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甜甜圈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笑到快吐血。哇。啊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杰克已经受不了了，杰克受不了了。来，哎，贝头，快点玩，还要传，贝头，贝头，哭啊！又重坐缆车，又重坐缆车，哭啊！缆车。无限缆车啊！真的是无限缆车，要一直搭哎！哎呀，好累啊！哎呀，我想试试看，小雨看我，确定还要从窗吗？哇，你很危险呢！哦不，那没了，被拉开，拉过来。狗狗，你还好吗？可以。前面那个码头卡到了，前面码头应该要做一个手术嘛？
要把它剪掉。对，还有毛要剃一下。哎呦，我快笑死了。哦，你后面的跳，我跳。哎呦，不要！那个其实不容易呢。哎呦，他被打到头了。啊！他完全不能卡到哎。耶、yeah! ！对啊，超极限！哎、欸，他突然停下来挡我、欸，哎，好扯哦，好扯哦！等下缆车等我，缆车等一下，哔哔哔哔，缆车哔哔哔哔，一人挪动，一人挪动，我们车，我搞错线了，你要吃烤鸡吗？你到了，哎，有卖铁路便当。铁路便当，有烤鸡便当要不要？好吃，好吃。杰克到了、喔，不是，好吃伏地魔了，我看到了，有人手吗？完了，杰克在那边会卡一下，真的过不去了。杰克在那边会，我会到大家会卡一下，不好过。啊，过去了。哦，到左边的时候再跳就好了。那个锤子到右边的时候不没法跳。啊，嗯啊，火车即将开喽、啊！火车要开喽！啊啊！它的地板可以不被打下去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可是会变得跟杰克一样吧？对啊，对啊，这里还没有存档点，哦不，没有，我们到过了，还没有存档点、欸我被墙壁黏住了，那你又被吸了。我被墙壁黏住了、欸，我只是正常的坐车而已、欸，太扯了吧！没这样，然后嘞，往上。哎、欸，我看他光有亮啊，我看他光有亮啊。哎呀，把他拉上去。哎呦，好抱歉，吓到你。哎、欸，这墙壁会吃人，太危险。看他有亮啊，可是没有用。要拉我的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到欸，这要干嘛的？我听到滋的一声。我又。对。照理说不对，这个怪怪的箱子怎么一举这样？箱子好恐怖，这个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有个墙壁黏住。好惨。这地图都怪怪的了。出事了，出事了。好恐怖，地图在乱动啊！完了，小雨那边起，那边失火了。失火了，真的、欸。雾好大哦、喔。是烟欸。觉得应该是拉了之后这个要动啊，是没动。对啊，派克啊！我要站这一边，后面那个墙会吃人，我一直被黏住。哦，原来按 B 可以看到 ID 哦。嗯 ，B 对吧、啊？按什么取消掉？他过一阵子就不见了。哦。是不是要重置了？对啊，因为我们拉下来之后他没转。从此我们要跑回去原本那边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难度变强了，起雾哎。起雾了。他拉的时候有动啊，有亮啊，有滋滋，但是没有用。再见，小鱼。然后你一拿这个箱子，这箱子就会乱抽血。哦不，我主机还好，我主机还好。哦。你主机看那个有在转吗？你看他在转吗？没在转，没在转。哦。我想说有在转，那这个就只能靠你了。太哀伤，还在那边坐着，还倒用东西吃，还是要重置就趁早，大家还没全部过来的时候趁早重置，重置可以啊，重置，嗯，你要不要重置一下？哎呦，我觉得你手卡进去了，把重置，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开门哦，开门在这个上面，这个上面而已，有一个去站后面就好，有一个去站后面，阳台，我去。他、啊、直接走上去了，我上去。木箱，阳台杰克，从阳台下来喽。有吗？可以上去吗？可以上去了。那是干嘛的？那边就只是装饰吧。哎、欸，没有门呢、欸。嗯，可以。团，嗯，你看我在哪？可以啊？哎、欸，嗯，好吃。为什么你过去啊？为什么？欸厉害吧？摔下来的时候过去吧。旁边我也飞到过来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旁边像
围墙没有围好。哦不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还去开门哦。哪边没围好？那边每次都要从旁边绕的话，应该也很麻烦，也蛮累的啦。嗯，好好笑。大妈又在乱骑人了，我来处罚他，制裁他，不要啦，你们不要又乱来，不行，给他体验残酷的酷刑。我们不能变大妈列车啦，不行，还有，大妈列车，我们来玩火车二选一，别过来，火车难题，没有，那上车，应该是列车那个缆车难题。缆车难题，有痴汉呐？什么痴汉？我没怎样，我没有怎样啊啊！我到这边了，我拉下拉杆啊！这么快啊？好有过去。他如果没动，我就觉得地图的问题了。没动就算了，没动哎。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对啊！等一下哦，旁边还有路可以走啊，还有另外一条路哎、欸，别、啊、路啦，笑死，旁边啦、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只是为了拉杆而已，拉你要拉杆，然后这边门开了，然后就可以走上来。好，白痴、啊、哦。然后这里，求保、欸、存，保存，求大，求下去。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不用玩列车了，嗯、太好了。不要跟我们讲说这个是要人拉哦。无限马车，无限马车，可以呀、啊，这是可以拉。无限马车，哎、欸，马仔，马车去撞马仔吗？哎、欸，我一直说要去、欸。等一下，你们拉开，你们拉开之后，旁边有个小洞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有钻，找洞钻，找洞钻，钻钻钻，这门推不开，算了。嗯，啾，找洞钻游戏。啾 ，Find the button。Find the button。哎呦，哎呦，找到洞喽！那谁先找到的？哎呦，那边，少杰哥 ，Go go！ 这里有高墙，爬进高墙，完了！你没有东西可以转呢、欸？没有东西可以转，还是有东西可以转？有东西可以转，那你就转转看。哎、欸，这里你们刚动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栅栏有打开，我在转东西。那你在转另外一边，刚刚还要转另外一侧吗？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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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等一下哦，耶！哦，这楼梯感觉很恐怖哎、欸！靠靠靠！哎、欸，我滑的哎、欸，又滑的哎、欸！开了吗？开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！你可以回来了。要荡秋千。啊、那边有什么？看一下、啊。旁边有没有东西啊？我们存档点、啊，我们存档点、啊，好像没有。没有存档点也还行啦，感觉是要到对面了、啊。就从这个档过去。对啊。嗯。抱歉。这有一个小门。这里又一个栅栏门了，又被挡住了。又有栅栏了。嗯，对。又要找寻出路。嗯門另寻出路，那个门开不了，一点点拉不起来，拉不起来，要从旁边爬进去吧。是里面锁起来，这里有窗户啊，可以爬进去。哦，你那边有窗户、哦，好，嗯，上爬进来了，好哎、欸，先把这个门打开，因为里面有门栓。哦哦，啊，开，等一下，嘿。可以拉，是不能躺下去，这个是可以把它加点糖，不要那么酸。对，可是它太酸了，它太酸了，加糖也没用，加糖也没有用。我有了无糖，无糖了，无糖了。对，我有饮料了。你是不是脚可以？欸、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，脚过身体就过。请问有在开吗？没有。你在拉那个，你转另一边看看。屋顶上，哦，屋顶上，哦呦呦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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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，这边，屋顶上开了，屋顶上开了，我刚刚拉了一边，白痴，对对对，啊，你们走上来就会上面越拉越紧的感觉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啾啾啾啾啾啾，我要找斧头了吧？哎，我爸爸下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神力女超人，哎呦，我直接把他推下去了呢。
哎呦，哎呦，好脆的声音哦！唰唰唰唰唰，转另一边，另外一边，转另一边，对对对，现在应该有开了吧？有吗？我装完了，要拉到底，要拉到底。这里有按钮哎，你们按过了吗？这个是直接下去那个的吧？这个是门栓哎，我按了。按了按钮了，哦，开了，这是我开了，这是我的手打开的，还是别人在前面吗？前面有个按钮，哦，门栓弄掉，对，门栓直接跳下来把它掉掉，门栓，这里有大炮吗？哦，木头，那是什么啊？木头，哦，它就只是开，是开这边的门，中间的门，然后就木头，木头能干嘛？拿着再说，说不定要荡走。这边吧，这边吧。这到底是啥回事？哦，我的天！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存档点。动了，动了。没有，哈基按的，哈基按的。按的时候会动，是不是？它要动一下，停住这样子。停住。好吧，看来这个是停在固定的位置吗？啊，这个是可以，这样可以走，就这样可以跳吧。这样可以走吗？这样就好，这样可以跳吧，这样可以跳吧。因为刚其他的位置不太好，我走另一边。啊，丢下来了！哎呦，啊、大麻将，完了，我要跑超前面了。对不起，對太远了吧？很远呢、欸。大麻有救吗？来抓我！好，救命啊！我有抓到你吗？不要抓奇怪位置啊！我有抓到吗？你没有我抓到吗？我要超前面的小洞哎、欸！天哪！我有抓到吗？有，你有抓到。为什么多跳了一下？哦不！完了，你越跟我一起慢慢走过去啊！他可以走，可以走柱子中间，可以走柱子中间。好，走柱子中间比较容易走。就这边啊，这边有很赶啊。那如果走这里会怎样？哎，也是可以啊。柱子中间哦。哦。我真的觉得很害怕。这真的是顶了，是顶了，是顶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好耶，好耶，这边很容易掉下来哦，要抓好哦，要抓好，要抓好，哎，下去，哎，我抓好了，哇，糖豆人哦，你进去会怎样？你进去会怎样？我想玩，我想玩，完了！完了！完了！好可怕！你在大猫在石头里面，我刚看到大猫变石头了。你等一下！石头人，完了完了，他变石头人了！完蛋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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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石头！哇！你的哇哇！哎，你眼睛很圆呢。超远哎、欸！我头在里面哦，好远好远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又圆，又大又圆，哭啊哭哭哭哭哭！什么？没事，又大又圆。宝，哇，你是长颈鹿呢？哎呦！还笑，还有，还笑，还笑，对，哦，又是个掉落地板哦，哦。这是被推到一次就没救了。对，我想玩长，我想再当一次长颈鹿。我出不来了。我想再当一次大长狗。完啦！我要好远呐、啊。干嘛？翻过来。哦。杰克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掉掉地板。哎咻！哎咻！这掉掉地板太快了吧？等一下。对他跳掉地板是蛮快的。哦，哎、欸，我到最后出口啊，这个逃生出口了。嗯，哦，好耶。啊，哭啊！哎呦，你想干嘛嘛？不是骂他吗？不想骂他，拜拜，直接骂了。Hello， 升级了、欸。啊，我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过来，吓我一跳。好耶，逃生出口，逃生出口。好，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喂，嗯，我没事。可以在这边看。好耶。哎、欸，呸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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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是掉下来，又掉下去一次。
他的重生点都设计的很容易掉下去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会的耶！范西喽，范西，会的，会的。我就石头上的杰克，这个最后可以抓一下比较容易了，哈哈。他就是碰到红色才会掉，碰边边不会掉。嗯嗯嗯，我都一次踩，然后踩在两个中间。大妈加油！超恐怖。哎，大妈到了，大妈到了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喂，大家好，我去个厕所，加油。好。嘣！哎呦，大妈最后咯，嘣嘣嘣！选手就位，我是可以荡这么远的，白痴！你是想直接荡过来是不是？对，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很有想法，很有想法吧？对不对？再一次啊，年少有为啊！哎呀，哎，他要去厕所了。哎、欸，要爬轮下去是不是？哎呦！哎呦！你怎么都软掉了？完蛋！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熊猫蠢蠢，你不记得我是戴耳机吗？不是我，是音乐啦。我听到那个，哎、欸，他去厕所了，是你来的。可是是音乐把你弄下去。是音乐，你想一下哦。是要说杀人，无线耳机哦。要说杀人，不是？哦，对耶，你有无线耳机耶，对耶。我听到了，我只是看不到画面哦。我跟你说，是影院把你弄下去的。我只是讲一下，你只是跑错了而已吗？他没有声音证明哦，他错了。我们有录音档存证。可恶！他去厕所。可恶！现在就哈基跟小雨都有无线耳机了。没错，直接抓到了，干坏事！哇塞，怎么有人直接无情？有人太无情了吧？等一下，哎，我上去了，我要反抗，我太无情啊，杰克！我看到了什么？好，完了，摔下去。我以为他会反抗，他没有哎、欸。他感觉他既不在位置上哎、欸，他不在位置上吧？他不在位置上。哎、欸，有啦有啦，掉下来了，不在画面。我刚刚有抓到那个无情的现场，有啊、我也有。对，有一个无情的人啊，有一个就直接把你丢下去。小猫头，他你会反抗啊？没有，不是我，我没有，没猜到。这次哈基没有听到我说，哎、欸，他不在位置上、欸，哎。那我在刚才查什么？我在查说杀人罪跟教唆杀人罪差在哪里？那你就被杀了，然后你就被杀了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太危险了。查太多资料了，这边真的是很远。我修好，真的很远一条，走很远。他主要是中间记录点少，直接爆下去了。直接自己空着下去，哎，好狠啊！跳下去吧。哎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反正我已经走过去过了。啊、走了，过了，走。好的，好的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然后下去。在那边，你看到我指的那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这边机关吗？机关就如果他进入点多一点会好一些。我觉得他的材质我蛮喜欢的。好，涨分了，涨分。对，他的材质我喜欢，是少比较精致一点。嗯，啊，下去了。啊，下去了。我被炸起来。哦、oh, no. 下去。一毛下去一毛。一毛。
要从另外一边炸他。他已经从奇梦变异猫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哦、欸，你很有创意耶。对啊。我想说，你开场的时候在干嘛？没有啦，我只抽下画脸而已啊。哦。他、啊、为什么一下会黑黑的啊？他是花异猫。突然想到，没有为什么。那我要看看你裙子下面，来。没有，先有。没有，我看他有没有比较难。不行，不行。裙子下面很干净，很干净。腿毛没事。哎、欸，救我去啦！我就在看腿毛啊，看他有没有画。对。没有，没有。哇、哦，你腿毛刮得很干净哎。一只手可以抓在地板，然后一只手射人。对耶。啊、他。我下去，他被打下去了。哎。难，退出，修了修了修了，好了，休息了休息了，好了，啊，感谢收看，晚安，没有啦，因为血魂的赐予跟宝牌之战有回来嘛，可是赐予。怎么讲？赐予之战，怎么讲？毕竟他的用词跟一般的那个不一样，他合牌方式也不一样嘛。我在想要不要开，然后保牌的话又是怕他会有连装又有小鸡鸡的那个鸡，就觉得很不想玩，对吧？可能之后要如果要玩的话，可以玩赐予保牌就算了啦，反正保牌你断幺九。对啊，都要只有连中就好了，不玩啊！哎、欸，我之后想玩一个是用那个转盘，然后方式就是用那个上面就是写，下一次进来，哎、欸，这一次进来的规则有没有？比如说这次进来大家只能做国术无双，然后这次进来大家只能做断幺九，然后这次进来大家只能立直，好吧，记得门清啊，这样子。就之后去找一个那个转盘系统，然后他们就写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拉转盘，然后进来的人就要遵守上面的规则，这样子，对吧、啊？我有这样想啊，所以之后再去找那个转盘系统来玩。好啦，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今天看得开心。对，其实我一样就是。我真的到六点半之后，我整个是撑不下去，快睡着的那种，真的很快死掉了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就这样啊。然后明天注意哦，明天我们有一个新的系列，那个新的系列就是麦块的 POE。嗯、欸，我到现在还没开始玩，那之后应该就是玩。一样又是玩图腾流啦，我对图腾流真的很有爱，只是之前 POE 版本图腾真的太没生存空间了。嗯，就这样，那我带你们去。我听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哦、喔。什么东西？你们要去古灵台吗？他不知道玩什么。我最近真的喜欢听他吗？白痴游戏。来，这是古灵台。啊，过去乖一点啊啊咳咳！好，大家晚安。去谁那？我要去看古灵台。而古灵，其实他的声线，他的声那种哑哑的声线，其实我还蛮喜欢的。哎，这样，好啦，大家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那明天下午看怎样再开日马吧。波波，靠，按错。